2019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将要在6月29日台南闹热登场。活动会场在台南市永华市政中心西侧广场，采取研讨会的形式，设有金融教育专区、爱心公益专区以及美食小吃区等单位，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送爱心、做公益、提大奖。3、2、1，请启动。金融纯爱温暖满载，6月29号这个礼拜六在地高温网，我们在永华市的中心西侧广场，邀请大家一起捐发票做爱心。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是由市府甲台湾金融总会联合主办，结合金融知识宣导甲慈善公益捐款，借由趣味闯关的游戏，建立民众对金融知识的正确观念。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，作为地方政府，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感谢。尤其金融人感觉起来是光鲜亮丽，但是他们心里面却有一颗这个炙热的心，来关怀这个社会。那我们其实这一场也算是目前过去空前规模最大的一场爱心游会，我们愿意全力来协助，也欢迎所有的台南市民，还有许许多多关心我们社会这个福利的朋友们，到6月29号早上一起来在这个台南市政府广场来这个逛嘉年华逛摊位做爱心。6月29日东港举行善款捐赠仪式，由金融总会向15个金融机构甲周边的单位募到200万，伫个同一捐助予台南市老吾老养护中心等6个社会机构。透过兑换饮料券收集到的发票，嘛会转数捐赠予台南市东新园社福关怀协会。我们的这个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